真的抱歉，辜负了你们的期待。果然我还是输了，对不起大家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我知道他被囚禁在哪儿。找魏楚想想办法。小小对不起，你真的卑鄙。我觉得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，这样赢不了王兆天。只是这个新的阶段，必须要摆脱对我的依赖。明天。 我就要跟王兆天打了，不管你信不信，魏楚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希望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我就一定会走到底。哎，今天没有看到太极系选手亮相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尤其是肖像和归元派刘晶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离开赛还有一分钟。 如果太极系选手再不到场，便会自动判负，刘青和王兆天将直接晋级决赛。哎，太极系的风飘飘队长正在迎面走来，可是肖像选手呢？如果肖像再不到场，那就是自动放弃比赛，归元派刘青将直接晋级决赛。离开赛还有不到40秒，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很抱歉，刚刚我接到通知，选手肖像在上一场战斗中受伤，经过伤情鉴定，无法参加本次半决赛，故由替补选手魏楚出战。半决赛第一场，由太极系魏楚对阵归元派刘青的比赛即将开始。 更加的灵活多变，没想到他受伤的这几年，功力不但没有退步，反而更强了。半决赛第二场，太极系风飘飘对阵八旗门王兆天。凤姐小姑娘。 据我所知，你跟太极门的关系不是太好，何必在这里为他们站台？你现在下去，把冠军让给我，如何？你管我！不知好歹！半决赛第一场正式开始，风飘飘摆出太极旗手势，他能否战胜王兆天？请大家睁大眼睛，拭目以待。 Yeah.
太极功夫不过如此，你现在下去还能留你一条小命。今天算你幸运，魏楚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王兆天获胜。休息片刻，我们即将迎来最终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认输？再继续打下去，你会跟我当年一样，被打成残废，甚至有可能丢掉性命。对不起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回到比赛现场。经过一个小时的休息，本届全国武道大会的最终决赛拉开序幕。这位前大赛冠军，尹派太极卫士的掌门人，能否战胜八旗门王兆天选手？是再创辉煌，还是悍然离场呢？我就说，魏楚肯定没问题的。魏楚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逞强？我刚刚用力的话，你已经下去了。你想找死，今天就废了你。
太极功夫绝地反击，不愧是尹派卫士掌门魏楚。太极派获得全国武道大会的冠军，根据太极派五名选手的积分，风飘飘将作为个人冠军，继续带领太极五人战队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武道大会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风飘飘、潇潇都不是传统的太极传人，太极派打破了门第之见。黄兆天，我现在以非法拘禁、绑架未遂等一系列罪证依法逮捕你，带走。走走。谭林，你出卖我！施主，这是你罪有应得。到了牢里，记得好好改造啊，师叔。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走吧。今天你才是主角。好好表现。太极走向世界，这是 CMFU 的骄傲，也是中国传统武术骄傲。获胜队长风飘飘是否有什么感言呢？哎，我来说两句吧。我作为队长，我一路走来，看我身后这些朋友们，我们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。我今天不哭啊，因为我这么长时间，大家教会了我一个事情，就是要坚强。感谢他们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会这样站在我身后，帮助我，陪着我。还有呢，在这里，除了爷爷，我想感谢一个人，我想感谢他，谢谢他。谢谢他教会了我如何去爱，去爱别人，去被爱，去接受爱，告诉我努力了就一定会有结果。最后我想说，我想将太极发扬光大，让全世界人都看到。 CMFU在魏楚的招，跳起来的致命一击是我教的。那不是我教的吗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哎，不服切磋啊！恭喜！恭喜！刚怎么回事？海洋说吧。那个，我的是……好，这样说吧。潇潇猜测，谈恋这么多日，一直被王兆天囚禁。我们找魏楚帮忙，趁今日王兆天参加比赛，一起去方家解救了他，同时配合公安部门将王兆天的黑帮势力一扫而尽。警官，我的朋友就被关在这里面。走，抓起来，带走。你这是上次你救了我一回，我也救你一回，我们就扯平了。对不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怎么好像没听清呢？见好就收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打倒王兆天，他背靠东南亚黑帮，想要把八旗门打造成他自己的组织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破坏他的计谋。其实我早有办法，就看你配不配合。你都不知道吧，之前还是多亏海洋跟魏楚点醒我，我才去救了谭林。其实魏楚为你做了很多事儿，你不知道而已。就像风爷爷之前差点被绑架，也是他
提醒我们有了防备，才截住八旗门的人。我爷爷，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。对啊，再加上魏楚这么聪明伶俐，我还教他这么多招，对不对？这又是你教的，魏师兄啊，都是为了你，都是为了你。哎，行，我先去找找他。女大不中留。这个魏楚给张纸条，人却不见了，不知道搞什么，跟我玩捉迷藏。哎呀，幼稚鬼，真的是。上哪儿找啊？跟熬夜没有关系，我有点着急，只是有点紧张而已。我就是这样，偶尔会变笨，有些迟钝，也可以解释为单纯。和恋人失散多年的心得，往十点钟方向向前跑 ，Just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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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别对我带着太急，该怎么试着防御？我的步伐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该说几句？别对我表现太急，寻找那蛛丝马迹，却依然在浮现暧昧的情节。出出出出手有点轻，否否否否醒来的你，多多多多少个秘密，藏藏藏藏在谁的心？太几声凉意，不小心一切都归零，抓不住搞不定的，轻飘飘的小心一点你。不平凡女生不遵守规则才印象深刻，未公开身份别不想承认，谁是我的我是谁的，别对我带着太急，该怎么试着防御？我的步伐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该说几句？别对我表现太急，寻找那蛛丝马迹，暧昧的情节，出出出出手有点轻，否否否否醒来的你，多多多多少个秘密，藏藏藏藏在谁的心？太几声凉意，不小心一切都归零，抓不住搞不定的，轻飘飘的小心一点你。这什么呀？对，我走这么远，绕这么多路，正好念这首诗吗？嗯，执剑共舞，双云溪，子午春秋长相守。哎呦，真难念。背楚，不会是要让我背下来吧？那我背几句吧，也不对吧？你都看不懂。我不管。你生日，还是谁生日？啊，我刚刚门外那个是你贴的。你知道我绕这么一大圈就为了读门口那诗啊？我们是冠军，得冠军了。
所以，那个诗的内容你看懂了吗？这有什么重要吗？我看不看得懂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现在得了冠军，我就要去参加全世界的舞蹈大会了。我参加全世界舞蹈大会，我就得专心练功，我就没办法，我没办法读诗，对吧？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念一下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傻瓜，不带就算了。把伪装卸去，做回自己，就算世界与你为敌，我依然站在你的身边，请替我出时间传递出勇敢，说再见那个胆小鬼，许下心愿要学会与你并肩。抱歉，这里这里装饰的有些俗套。风飘飘，我想从今以后都可以一直牵着你的手。你总说是我一直保护着你，可是我就想这么一直保护你一辈子。飘飘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说再见那个胆小鬼，许下心愿要学会与你并肩，不畏前路艰险，我愿意全心全意全心全意不离散。把伪装卸去，做回自己，就算世界与你为敌，我依然站在你的身边，紧紧握住指尖，传递出勇敢，说再见像绝落从前，许下心愿要学会我要烫手啊，不小心。哎呀，我的手也烫着了。烫着了，烫着你。哎呀，魏楚这个木头，虽然咱们教他这么多，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他呀。你呀，就别担心他了，担心的是你自己。说什么呢？李董，
三二一，哇！送给你。哇啊！这个看不见，太傻了。对对对。那你们呢？什么时候啊？回乡。喂，志阳，我怎样？可以，有了。好样的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我们太极能和你们八旗门成为好朋友，对。以后都是好朋友，一笔勾销啊！以前的鸳鸯不打不相识。好样的，还有上次那一巴掌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已经都忘记了，我自己扇了一下自己，真的很疼哎。不过你的武功啊，确实要比我高，回去我跟我大哥再学学。好兄弟，好了，大家都忙了这么久，应该都饿了吧？我饿了，我饿了。要不要吃火锅？吃啊！好，我请，走。飘飘昨天打得很精彩，不只是卫氏太极的精髓，还看得出他自己的神韵。毕竟是我的孙女，不过也是卫楚教得好。这小伙子真的不错，看着两个小辈的样子，每每都能想起当年自己的样子，真是青出于蓝呢。我当年偷偷教你功夫，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却后悔做了这件事。现在反而小辈做到了我曾经没能坚持的事，也许太极这样的国术是该放下门第之见，展示给世人了。这件事从现在开始也不算迟。那么多年真是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的事，有生之年能看到门第之见被打破，就已经算是我的福分了。对，海洋回来了。父亲母亲，我这次回来是专程向您申请废除百氏太极的传承制度，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百氏太极的精髓，了解这传统国术的魅力。现在卫氏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我想我们百氏也不该落寞于门第了吧。百氏太极传承的重任在你肩上，既然这是你想做的，那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。谢谢父亲理解，我先走了。魏楚，我们约定好的事情我做到了。想学白氏太极的到我这里来报名。想学杨氏太极的到这儿来。想学陈氏的到这里来。来给你去排队啊。大家围成一个圈。这是起誓。还有喜欢太极的同学，请踊跃来报名，太极系永远欢迎你们。太极最基础的就是扎马步。来，再低一点。对，身体的低一点。转到白鹤亮翅。对，捋。Thank you.
好热闹啊。还不是多亏了你，你在全国舞蹈大会上取得了冠军，太极戏就变得热闹起来。别把功劳都推到我身上，太极能破除门第，大家也出了一份力啊。方便面学姐，你可以给我们签个名吗？你在武道大会上的表现实在太帅了，原本还以为太极只是老年人相互推掌的运动呢，是我们太肤浅了，现在我们也喜欢太极了。我的签名不重要，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的话，那快去练起来吧。我们已经报好名了，我们现在就去练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拜拜。拜拜。飘飘前辈你来了。哎呀，别叫我前辈，不敢当。飘飘前辈你太客气了，您在武道大会上为咱太极系证明，实在太让人畅快了。也谢谢你海洋学长，真的让我学到了正宗太极的精髓，相信你果然没错。不必这么说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看到太极这门国学蒸蒸日上，这是我们都希望见到的。破除门第这只是第一步，大家仍需继续努力。飘飘，我祝你在世界大赛上一帆风顺。来，用这个把你被子装上。谢谢。哎，要不然太多灰尘了。天哪！不收不知道，这么一看，我怎么东西那么多呀？就怪那魏楚，我也没在这么好的宿舍里多住几天，就跑到他家当保姆。你那是当保姆。你那是女主人。你说我，你跟海洋学长别是。别说了，快收吧，等会儿在魏楚家聚餐，就我俩迟到那可不好。聚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在吗？在吗？李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个惊喜要给你们。什么惊喜？你快进来啊！你快点。什么呀？我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谁啊？谁啊？哇！啊，你好，哎，你朋友，新同学，你妈妈，杨妈妈，哦，杨妈妈好，哎呀，猜错了，你再看看我是谁，何宁，哇，你这是怎么就疯了，什么情况？对啊，都怪他，都怪他，他让我和他一起来女生宿舍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宿管大妈，能同意我吗？所以他就让我扮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你不进来了吗？你这毛都翘，不过好看的，真的好看，是吧？这个小脸
真俊呐、啊！我觉得蛮适合的。是啊，这衣服是我的呀。你给化妆啊？我睫毛是自己有没有？我给你加了一下。我这件有没有裙子？哎，这是在那家店买的，好看。转圈圈，转一圈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再去转裙子，表情得美一点，这样得笑，就是笑脸都是。好了，闭嘴！去，转你个头了！我陈斌发誓，一辈子都不穿女装。但是今天为了你们三个，破例了。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我们答应海洋的魏楚，参加他的，参加他的毕业聚餐了。赶紧走了，赶紧走了。哦。看什么看？走了，走了。哎，飘飘走了。啊，好。哎，吃水果。哦，谢谢。我要吃。看我做的蛋糕。我把这放这儿了。可以。切好了，放哪儿？我的寿司。左边刀还是右边刀来着？左边刀右边刀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来了，毕业典礼怎么样？可把我们给累坏了，事儿还挺多的，但大家都挺依依不舍的。我们其实本来想去看你们的，然后还给你们送花呢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们在这里聚餐挺好的。他们俩怎么了？生气了呗。聚餐这个事儿，魏楚通知我们所有人，就是忘给飘飘说了。哎，瞎说。魏楚是把飘飘累到。对啊，你看这么多活呢，对吧？哦。他俩还分什么你我？来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来帮忙吃啊。你做的？当然。还有这手艺。哎，帮忙了。就在你手边，摆那边。哎，对，生气了？没有。那是怎么了？嗯，你这不毕业了吗？我就想到以后的事儿。以后？我们的感情呗，人总是会变的。你现在是我最珍贵的人，我怕失去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我更怕失去你。我过去的人生当中，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各种各样的宝物，但现在他们都没有你珍贵。魏楚，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你离开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把你再追回来呗。我的生活不能再没有你了。你这边都还好。啊，OK，吃食物，我饿了。我也是。
饿不饿？我去做饭。不知不觉，我已深陷。那好吧，待一会儿。来吧，大家干一杯，祝人生，祝理想，敬未来，敬汗水，敬凝重吧，敬友情，敬大家。哦，来干了。说实话，这段时间过得还真快。是啊，大家都毕业了，还有人有了女朋友，就你偏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自己一开始会喜欢飘飘。你对我就是一见钟情，不许反驳。这狗粮真是猝不及防。那我们也不能失望，来。嗯，耶、哎哎！你看看人家，咱们可是从小定了娃娃亲的。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你有浪漫过吗？我以为你不 care 这些。听我说，我陈斌发誓，等世界武道大会结束以后，一定会为这位美丽的杨凌雪女士办一场最浪漫的婚礼。哇！谢谢。哟吼！海洋学长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做？办些什么呢？现在太极已经打破了门第之规，太极呢也即将会发扬光大。我打算在世界武道大会之后开一家太极馆，继续教小朋友们打太极。场地呢我已经选好了，就在学校附近，虽然地方不怎么大，但还是可以教20多个小朋友。我有信心把它做好。笑笑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要哦，我愿意啊。嗯，哎呀，好，飘飘，我以后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好，来，我们喝。来，好友们，我有进步啊。谁啊？不认识，是之前的一个，交换生，是那个日本的交换生，月山吧。Hello，Hello， 飘飘，好久不见。你笑什么？你现在在干嘛呢？今天海洋师兄和魏楚，毕业，我们大家在聚会呢。这样啊，那恭喜你们毕业了。哎，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我是杨凌雪。你好，凌雪，陈斌。笑笑，笑笑，好久不见。这就是海洋师兄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呀，有时间回来搓盘棋吧。恭喜毕业。嗯，好。好啊，奉陪到底。有时间来回来找我们玩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就这样，拜拜。继续，你继续。那来吧，来。祝 CMFU 太极系可以在世界武道大会上夺得冠军！哟吼！旗开得胜！旗开得胜！
在外面要小心。怎么只有你们五个人作伴？魏楚呢？他不去吗？魏楚怎么没来呢？爷爷，你放心吧，我出国打完比赛就回来了。放心吧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记住，此行一定要把太极发扬光大呀。当然，我们绝对不负众望。对啊，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梦想。我们一定会让传统国术站在世界的顶峰。对。方爷、魏奶奶，你们也放心，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的。那就好。哎，魏师兄，我们先去车上吧。走吧。好了好了，别担心爷爷啊，出国后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。飘飘，路上小心。啊，我们就走了。快走了，你才来。我知道。算了。我会想你的。别哭了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的伤痊愈了，我可以作为替补队员参赛。一切晨曦，深深呼吸，梦想在你我心中被燃起。好了，无畏无惧，多一点努力，我以后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
双方代表队各派两名选手出战，选手年龄限制16到35岁，不限流派、招数与性别，限时10分钟内，得分高的一方获胜。闪烁的情绪，忐忑不定的内心，蹲马不够胆吃力，命中注定的相遇，出场戏让我想起小说里的比武招亲，丹田需要深呼吸，保持强大的定力，暧昧是基本考题，哎哎哎，跟熬夜没有关系，我有点投机，只是有点紧张而已。我就是这样，偶尔会变笨，有些迟钝，也可以解释为单纯。和恋人失散多年的心得，往十点钟方向向前跑 ，Just r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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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n， 别对我打出太极，该怎么是这方面？仅此片。致敬所有为中华发声的同胞，默默耕耘。